其實我哋生命裏面每日都有好多體驗嘅嚇，好多時候係俾人哋話俾我聽，我應該點樣樣啊咁樣，我就腦裏面知道嘅啫。而體驗咧係實際透過你自己嘅參與咧，你有親身嘅體驗，你會感覺啦，亦都要有個認知啦，甚至乎有個啟發嘅。嗱，可以咁樣講咧，喺人生裏面咧，我哋離不開人際關係嘅。咁我哋所謂交往嘅時候咧，可能我哋根本唔知道我哋同身邊嘅人點樣去互動嘅。咁佢可以透過大大小小練習嘅時候咧，了解到自己同人之間嘅信任程度有幾高，或者佢嘅冒險程度有幾大咧，甚至乎佢負責任嘅高度有幾高咧咁嘅樣。佢越清楚嘅時候咧，可以擺翻喺生活裏邊咧，佢可以做個調整啦，去創造到更有效嘅人際溝通，咁佢個成績咪越好咯。正面呢個字眼咧，好多人都話：，正能量啊，所有嘢，你嘅心咧永遠都係正向嘅，要你去做啲乜嘢嘅。可惜咧，我哋個腦裏邊咧就會好多時候就俾啲負面嘢或者框架我哋咧，就阻止我哋去冒險啊。其實，如果當我哋想知道我自己的人生目標嘅時候，我哋通過自覺力，我哋會清楚我嘅目標啦，亦都要清楚知道我而家喺邊度先。咁另外一個階段，我知道之後，我需要突破佢。咁所以喺飛躍力裏面咧，係好短時間有一個環境，有啲情景嘅練習啦，俾各國嘅參與者咧有一個好大嘅伸展。好似做運動咧，我哋需要人生嘅伸展，筋骨伸展嘅話，我哋嘅人會更靈活啊嘛。我哋當然喺個課室裏面經歷咗呢兩個階段咧。我哋需要喺個人生嘅實踐，即係創造成果啦。咁我哋會有101日嘅一個旅程咧，就喺人生裏面實踐創造我哋啲認為非凡嘅成果嘅，亦都將我哋自己所學嘅嘢咧去鞏固落嚟咯，變變成一個習慣啦。喺 Legacy 咧，我哋喺2000年係嘅10月嘅時候成立嘅，咁而家已經有22年嘅歷史啦。咁我哋服務咧係用我哋自己以愛為出發嘅人本事業，去成就其他人，去創造一個豐盛嘅人生嘅。通過大大小小不同嘅練習、情景嘅模擬練習啦、討論啦，甚至乎分享咧，去更清晰佢自己嘅人生，或者佢自己嘅信念、思維模式，然之後有個相應嘅突破，可以創造自己嘅豐盛嘅人生咯。